是林立希亚米。大家好，我是球球。Hello。你今天要介绍什么？这个。这个是面包超人的弹跳世界。哦、看他这样按，就会跳起来。打开来看看，好不好？最萝卜。我们组装好了，它这边有两边的轨道，你可以自己选择换不同的角度也可以。比如说我在这里，我安姐姐这样，这样子也可以哦，因为它这边每一个都可以放。那它一组是有附两条的发射台。哇，那如果买很多条的话，就可以四个人对战。哦，你看你买几组啊？一组有两条，那你可以多买几组，然后可以一堆人一起玩哦。然后这边是接球的盆子。然后这样下来，这边有面包超人，然后一人有七颗球，来，妈妈看一下哈，一二三，像这样子，噔噔进洞，这样就一分。那我们要准备开始比赛喽，要比两局。那妈妈说开始就开始按啦、啊。好，第一球，好，来再第二球，好，再第三球。第五球，第六球，最后一球。好，我们来看看总共几颗球在里面。好，姐姐进六颗，妹妹进三颗哦，所以这一次是姐姐赢。好，第二局我们改成平面的哦，准备。速度速度！哦，进了进了，再来再来！哦，进了进了，加油加油！哎，为什么你们两个那么容易进？快快快快快快结束了，最后一颗球，最后一颗球！好，那我们来看看各拿到几分，成绩发表。噔噔噔噔！哦，平手。今天的面包超人弹跳世界好玩吗？好玩。喜欢的人可以去找找看哦。最后跟大家说什么？谢谢大家，拜拜。你们两个不要玩了，真的吗？都换我玩了。哎，那怎么还压在那里？拿球，我放球。好，帮你放球。每一球都球都掉。为什么我没？